到底是弄到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一般都是做到什么状况？很美，但是会弄很脏的大浴巾。正常发挥的有够脏。去一趟学校就这样，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还有小孩的娃娃，其实整个灰灰的。还有放在床上的兔兔，有臭臭了吗？嗯，有一点点。放在床上是不会多脏啦，洗完看一下它那个毛的感觉。你看洗完它会不会更舒服？好吧。好。香香，啊，莫名其妙袜子就会很脏，有够黑，袜子好脏哦。好，这个袜子脏的程度算是普通黑啦，不算是最脏的，对他们来说。懒得做家事的对我来讲很方便，只要打开它这些都很清楚。这是自动加的，这是手动加的。洗衣精整瓶都可以倒进去，然后这边可以加衣物柔软剂。这个滤网衣服棉絮有没有很方便，就在这边可以清它。我都会操作了，一定大家都会。它是很方便的，可以自己设定，用40度就可以。这很贴心的功能，还可以夜镜，晚上的时候比较不会吵到隔壁邻居。很棒。它有一个洗衣架烘干，这功能真的很多啊。烘干模式，懂？它就可以自己计算时间了。它为什么要四个小时？它衣服是整个烘干好，就是没有晒，就像你平常晒衣服要晒一两天，洗衣烘干就不用了。跟本来我洗的有差哎，这边可以很柔软，看相机蛮多的，差很多。哎呦，蛮松软的，哎呦，喂，哎。脏污都吸起来，但是它这昨天那个写字对不对？对，油污还是什么？但这样真的很厉害，除非要用那种特殊的洗剂啦。比昨天干净多了，至少它很蓬松，很舒服。它这娃娃，我觉得昨天灰灰的，但是今天洗完整个就是很蓬松，它有些污渍有洗掉，这个也洗掉。这双袜子差超多，对啊，这真的每次去学校整个弄得超脏的，所以这真的不是加漂白还是干嘛的，温度稍微高一点去洗，就差很多。对，哎呦，你看洗干净跟昨天差多少？白色袜子能洗干净很不容易的，洗好了有没有变很蓬松？有。有没有更爱它了？很黏，静电很严重，一直黏着我不舒服，真神奇耶，不会黏着身体，舒服多了。它标示是不能用洗衣机洗的，它竟然洗完还完全没变，高级一行程，洗完衣服很漂亮，超美的。